外国热季的热可还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尤其是在无遮无掩的码头等船，头顶烈日，脚踩码头被暴晒过的地面，更能体会到啥叫热锅上的蚂蚁。船来了，船上水手小哥的动作超麻利的，到底是努力工作效率高呢，还是不想在暴晒的岸上哪怕多待一分钟，那估计只有小哥自己心里最清楚。但我位置都还没坐好，船就已经驶离码头了。不知道是不是昨天湄南河流域内都下过了大雨，今天阳光下的湄南河水可就不那么可爱了。黄色浑浊的河水夹杂着腥味扑面而来，不禁勾起了我对清迈孟买市场气味的回忆。我们下一站去灵明寺逛逛。刚才我在瓦拉康寺说啥来着？瓦拉康寺在游客中并不是一座声名显赫的寺庙，游客们通常只是在驶向黎明寺时从船上看到它。这不，我们在驶向黎明寺的船上又再次看到瓦拉康寺那醒目的白色佛塔和临江广场上那巨大的阿三多大师的头像。就一站路的距离啊，说那么快就到了。船头的前方已经能看到黎明寺那标识性的宏伟佛塔。黎明寺又称郑王庙，那这个郑王是谁呢？郑王就是郑昭，原名郑姓，又被称为达姓大帝，是泰国历史上吞武里王国的建立者和唯一一位君主，1767年至1782年在位。泰国华人习惯称其为郑王或郑皇。郑超原为暹罗阿育陀耶王国的一名将领，其父亲是中国广东潮汕地区的移民，来自现今的汕头市澄海区，在雍正年间南渡暹罗，定居在大城府的华富里，是阿育陀耶王国的一名税官。郑昭的母亲诺央是一名出身贵族的暹罗女子，这也是郑昭后来受到拥戴的原因。不过也有学者认为郑昭的母亲也是华人。年幼时，阿育陀耶王国的首相昭披爷扎里克木既对他印象深刻，将其收为义子，给他取名为姓。姓在泰语中的意思就是财宝，这也是为何泰国人会将郑王当财神来拜的原因。先买票啊，100泰铢一个人，折合人民币20元左右。我们继续再说说这郑王啊。郑姓长大后因战功被授予披耶达的头衔，从此以后被称为达姓。缅甸共榜王朝吞并暹罗之后，郑昭起兵反抗，他平定了各方割据势力，并最终驱逐了缅甸侵略者。1769年，郑昭自立为王，自称博隆拉扎四世，并建立了吞武里王国。在位期间，郑昭击退了缅甸的再次入侵，征服了南纳、万象、琅勃拉邦、占巴塞，并确立了对柬埔寨的宗主权。此外，郑昭还致力于推动泰国的教育事业和宗教发展，并积极同中国、英国和荷兰展开贸易活动。郑昭晚年受到精神疾病的困扰，加之其改革损害了部分贵族的利益，
引发官员及僧侣的不满。1782年，他在一次宫廷政变中被废除。昭披耶扎里克将军从柬埔寨归国，平定叛乱，之后处决了郑昭，并自立为王，建立了扎里克王朝的拉达纳哥星王国。今日的泰国人对郑昭非常的尊崇，尊称他为达兴大帝或吞武里大帝。可以说，郑昭他打败了缅甸的入侵，统一了泰国，奠定了现代泰国的基本版图，所以他也被泰国人认为是泰国历史上的五大帝之一。黎明寺始建于泰国的大成王朝时期，原名橄榄树佛寺。大成王国的首都阿瑜陀耶被缅甸侵占之后，郑昭将都城迁往吞武里，创建吞武里王朝。1768年，郑昭在潍差岩堡垒旧址上建起了他的新王宫，在王宫场地的范围内有两所佛教寺庙，那就是橄榄树佛寺和太极寺佛寺。因为这两所佛寺正好处于王宫场地的范围内，所以当时均不允许僧侣住宿。因佛寺处于王宫场地内而不许僧侣住宿的规定，与今日曼谷玉佛寺因处于大皇宫范围内而同样的不允许佛僧住宿的情况相同。郑昭在他的新王宫落成后，将橄榄树佛寺改名黎明寺，并曾存放从缅甸手里夺回自清莱玉佛寺流落到万象的玉佛。直到郑昭垮台后，拉玛一世在昭披耶河的对岸建立了玉佛寺，才功成身退。之后才有僧侣搬进了被舍弃的黎明寺里。黎明寺规模不大，游览重点就是它的塔群。塔群由主塔及四座陪塔所组成，塔群通体以白色为基调，塔身以各式各样的中式瓷片镶嵌，配以各种彩绘图案，纯金冠顶，十分的精美震撼。看多了泰国寺庙的金碧辉煌，这座文艺气息十足的佛塔真是让人眼前一亮，近看更是精美绝伦。这个特别有意思啊，在塔群的各个入口都设有中式的武将石像，而在塔基的周围也分布着很多造型各异的中式石像，有武将门神，也有文官和动物等造型，不知道是否和郑昭有华人血统有关，满满的中国风。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主塔的最底层，主塔最底层的四个角建有四座小型陪塔，代表佛国中的四大部洲，来供奉风神。接近塔顶处的龛中的雕像，就是骑在一匹白马上面向四方的风神。在拉玛一世掌权期间，皇太子也就是未来的拉玛二世命令修复黎明寺，将原先仅16米高的主塔增至到当今的82米高度，也有一种说法是79米高。但这么简单的测量工作，泰国政府也不认真测量一下，也太不负责任了，可以差评。加高后的佛塔使其宏伟的气派满足了曼谷天使之都的佳名。拉玛二世驾崩后，将骨灰也安置在这里。原王宫，也就是郑昭所修建的王宫，后来也被修复了，称作郑王宫。黎明寺因为位于原来的郑王宫场地内，所以也常常被称为
郑王庙或者郑王寺。早就听说黎明寺塔泉是曼谷火红的泰服 IG 打卡地，现场所见并非浪得虚名啊。现在在底层的这个平台这里，随处都可以见到身着泰国传统服饰的俊男美女们顶着烈日在此拍照。实话说啊，身着华丽丽的传统泰服在此拍照和场景可谓绝配，尤其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不过那么炎热的天气下，稍微在室外待那么一会儿都会汗流浃背，只要太阳一从云中露头，地面就是肉眼可见的炎热。而泰服租用的需求可谓旺盛，但在租来之前是否有被彻底的清洁，我真的是要打个问号。总之我们是不敢轻易尝试的。黎明寺的主塔是一座大乘舍利寺佛塔，塔内供奉着佛陀的舍利子，这座佛塔也是泰国境内最高的大乘佛塔，所以也有泰国埃菲尔铁塔的美称。主塔坐落于黎明寺的正中心，叫做帕邦，也有称之为帕普兰，有崇高的佛塔的意思，源自于高棉帝国庙宇中的山峰式普朗塔，类似柬埔寨吴哥窟的风格。这座主塔是泰国著名的建筑，刻在了拉玛九世皇时期发行的十泰铢的硬币背面，它象征着佛国当中的神山虚拟山。主塔外部建有四条陡峭的阶梯，连接着塔体的四层平台，在每层的平台上都可以环绕塔体。不过台阶可非一般的陡峭，台阶如此陡峭的原因在于寺庙建筑中融入了佛教和印度教的象征意义，爬上陡峭的楼梯是为了代表信众在到达涅槃时所面临的挑战。在这里提醒一下小伙伴们啊，在黎明寺这里走阶梯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因为真的很陡，而且阶梯面很小，男生踩上去大概就是脚掌的一半多一点，尤其是有长辈和小孩的就更要注意了。在通往塔顶的四个阶梯的入口两侧的扶栏上都有雄鸡造型的雕塑，不知道是不是有黎明雄鸡破晓之意。虽然主塔有四层平台，但目前仅开放到第二层给游客游览。环绕塔身的走道非常的狭窄，而且时常会遇到游客在此拍照，但大家都会相当的礼让，等对方拍完再行走过。在主塔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都能看到四个入口式的锥形亭子，这些亭子里都会有形态各异的佛像，代表着佛陀一生中所发生的四个重要事件，即佛陀的诞生、开悟的佛陀、说法的佛陀、佛陀的往生等四尊佛像，展示佛陀由诞生到觉悟的一生，更代表着佛教的人生观。底层和二层的塔身会有许多这样的小壁龛，
小壁龛里装有金纳罗和金纳里的小雕像。印度教传说中的金纳罗和金纳里雌雄配对，半人半鸟，孔雀尾，住在须弥山斜坡的喜马潘森林中，是天神的歌者和乐工。佛教也吸收了此神，成为了天龙八部护法神之一。虽然主打二层以上不对外开放，但陡峭的阶梯相当的震撼。通往塔顶的陡峭的阶梯向上递进，寓意着佛教欲界、色界和无色界之三界。通往上方平台的台阶自低到高越来越陡，环形平台也越往上就越来越小。最引人注目的是塔的每一层作为支撑的神像也都不一样，形态各异。这里可以看到第二层就是由夜叉形象的石雕像所支撑，第三层是泰版摩罗贤那的拉玛坚史诗中的猴神哈鲁曼形象的雕像造型的柱子所顶撑，第四层是印度教中一些住在天上如提婆一样的天神雕塑造型的柱子支撑着。塔的最顶端的每一面都挖有小壁龛，里边供奉着印度教里骑着三头白象的天神之王英陀罗的雕塑。塔的尖顶由骑在印度教神话中大鹏金翅鸟上的比湿奴神的形象的雕塑支撑。在塔尖上有佛塔建筑中常见的法螺，法螺是英陀罗的兵器，但是出乎寻常的再戴上了一个金冠，这金冠据说原本是为了一尊佛像而制的，不过后来拉玛三世在黎明寺扩建工程竣工时命令将金冠改制在主塔塔尖上。虽然主塔底层的为石质平台，但塔身为砖石砌成的石体，壁上有着许多瓷片、琉璃和贝壳来做的装饰，许多的细节都相当的精致，颜色也很丰富鲜艳，色彩斑斓，拼成花卉、树叶等的图案，代表须弥山下的喜马潘森林。这些颜色和造型各异的陶瓷片都是从中国运来，使用中国瓷器并不像听起来那么奢侈啊。19世纪时，停靠暹罗首都的中国商船通常都使用相当重量的瓷器作为压舱物，以防止翻船。据说这些陶瓷片就是来自当年中国船只的压舱物，数量多达上百万件。所以此处也不过是泰国回收利用方法的早期例子而已，只是一系列不同形状和大小的碎瓷器，有些小到不比指甲盖大，有些则是相当大的盘子以及花瓶和罐子的一部分。有些作品是平坦的，但大多数都是弯曲的，并且有各种可以想象的颜色，从深绿色到精致的粉色、红色和淡黄色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而将这些超过100万个不匹配的部件组合在一起，以创建一个巨大的拼图，描绘神话人物盛开的花朵和几何图案，这看似似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泰国人却巧妙地利用了这些破碎的瓷器来创造出眼前这辉煌的建筑。可以说黎明寺就是一个巨大的瓷拼图。从湄南河对岸看，它的一大四小五个尖塔看起来是白色的，但是当你走近时，你会发现每个表面都覆盖着浅粉色、绿色和黄色的破碎瓷器碎片。
花朵和叶子卷曲在山形墙周围，马赛克呈带状、层状的之字形和波浪形在建筑上浮现。尽管天气炎热，但还是值得花上相当长的时间爬上004陡峭的阶梯，及围绕其开放的平台来看看，欣赏这一马赛克奇迹。当近距离观察时，可以看得出这个时期的泰国寺庙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还挺大的。创作这些设计的原始瓷器具有明显的明清时期的风格，例如很多的花瓣是由破碎的清代盘子所拼成的，而叶子则是由带有独特裂纹釉的绿色青瓷罐所制成。几年前我们曾在西班牙的塞维利亚和格拉纳达对穆尔峰的马赛克艺术叹为观止，没想到在泰国也能见到如此宏大精美的瓷片拼贴艺术。可以说啊，在黎明寺这里，每一个转角你都会与美不期而遇。来黎明寺游览的客人通常会和我们一样，目光都会被宏伟的塔群所吸引过去，而忽略了寺内其他的建筑。其实尽管黎明寺以其令人印象深刻的外观而闻名，但还是有其他建筑值得研究的。下面我就借用网络上的影像，
也在此一并略略介绍一下吧。在塔群的西北方位有一座大雄宝殿，大殿外有两座6米高的守门夜叉，这是泰国历史上的第一对守门夜叉，也是很多人来此打卡拍照的地方。大雄宝殿的白色柱子结合传统的泰国寺庙的金顶，显得素雅之余又相当的高贵，在阳光照射下熠熠生辉。寺庙内有许多中国古代人物形象的雕塑作品，数量还蛮庞大的，形态各异，惟妙惟肖。每件作品的背后似乎都充满了艺术性，富有中国元素的小石狮在这里随处可见，并不像其他寺庙里摆放各种大象的雕塑。大雄宝殿内闪闪发光的基座上，一座巨大的金色尼拉米特佛像俯视着游客。据说这尊佛像是由拉玛二世国王所设计的。拉玛二世国王用木头制作了佛像的脸部，然后用金箔予以覆盖。佛陀下方有一个瓮，里边装有拉玛二世国王的遗骸。佛像的跟前有两尊较小的佛，向着佛像行礼致意，典型的泰国问候礼造型。寺庙的墙壁上有朱拉隆功国王，也就是拉玛五世统治时期创作的美丽壁画，描绘着佛陀和他的弟子的事迹。除了尼拉米特佛像外，寺庙内还有另外一尊金色的佛像，也是相当的宏伟庄严。寺庙的回廊内有100多尊佛像，时间充裕的话，可以细细看看。寺的正南方是郑王宫殿，现在这里边有郑王像以及郑王的一些遗物。从出口处出来后的街上有许多的摊贩，售卖许多民俗风格的纪念品，也都是泰国当地代表性的纪念品吧，可以逛逛的。不过每个摊位售卖的纪念品差异性不大，想买的话可以多比价一下。探索黎明寺的最佳时间其实是在清晨，这个时候游人还比较少，
太阳也还没有太热。如果早上无法前往，建议下午4点左右之后再过去，这样也能避开人潮和炎热。而像我们这样在中午时分来的，要么就是自虐型的旅行者，要么就是没有做好功课。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走到对岸反过来看看傍晚的黎明寺，运气好的话可以看到晚霞中的黎明寺，超美。另外游览黎明寺也是有着装要求的，一定要穿着得体，遮盖膝盖、腹部和肩膀。好了，那这期游览黎明寺的视频就这样了，我是大卫。如果你也喜欢我的分享，请点赞、关注和转发哦。点击屏幕右下角的小方框，就可以直接订阅了。记得打开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视频更新了。那我们下期视频见。